最后一个美洲虎，也就是美洲豹，不同的地方叫法不同，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猫科动物，除了狮子老虎就属它了。虽然它身上的花纹比较偏向于豹子，但是仔细观察它的整个身体，包括动作，都很接近于老虎，所以就有人称它们为美洲虎。它们经常游走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，特别是附近有水源的沼泽地。在亚马逊雨林中，美洲豹几乎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，它会捕食凶残的小型凯门鳄和庞大的森蚺。它的体型可达1米8，体重300多斤，咬合力高达1100多斤，比老虎狮子都要大。巨大的咬合力可以让它一口就咬碎猎物的头盖骨。